你好，我是史嘉乐。我从1994年到中国来，为了做生意。我非常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。这次我们来到北京、昆明和上海，做三个小时的电话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，告诉我，我非常希望你帮助你。你可以给我发中文或者英文的电子邮件，谢谢大家。